肖墨，你刚才戏过了，别忘了我让你跟我演戏的目的是什么。我说过，你要我陪你演戏，那就得演得逼真一点。Like no one understands. You look around and see the world has turned its back on you, and only heaven knows what you see. 你要再这么出格，就请你走吧。还有，我答应给你的股份，你不想要了？我真正想要的从来都不是股份，我想要的是……我想一个人逛一逛，自己回去。那时候随便什么人亲都无所谓。对啊，无所谓啊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让任何人随便进入你的房间，强迫你，伤害你。你要我陪你演戏，可以。既然是演戏，那就要演得逼真一点。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后悔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追求李烨。Trust me when I'm telling you, there's nothing that you need to prove. I'll sing it till you believe it.干嘛？你突然这样，我还没准备好。脱了。这太露骨了吧！快点。你别这样。脱。伤看起来很严重，真的不用去医院吗？不用。比起这儿的伤，我心里的伤更严重。疼。你刚才一直跟着我。我是你的贴身保镖，当然要贴身保护了。你是想表示感谢吗？什么时候点头是表示感谢的意思呢？谢了。只是一句谢了，好像很没有诚意吧？那不然呢？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Thank you.
你干嘛？你想都别想啊！我想什么了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那你说我想什么了？你想什么，我自己想清楚。哎呀，算了。算了什么意思啊？那你叹气什么意思啊？我在想，我给你做的营养餐，是不是营养不良？哎，你竟然很搞笑啊！哎，我哪里看出营养不良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我身材不好？好了，我有个问题要问你。你之前说我吸过了，想跟我保持合适的距离。合适的距离是多远？这样，这样，还是这样？爷爷醒了吗？那天晚上是我太着急了，我不该强迫你。我混蛋啊，我该死。可是那个萧默啊，他欺人太甚了。爷爷，你开门，咱们好好聊一聊呗。啊，爷爷，别吵了，他们早就退房了。他们什么时候走的？他们小两口一大早就走了，有说有笑。哎呀，我看到真般配，那个小伙子又高又帅。我才是他的未婚夫。阿姨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不要乱讲哦。哎呦，现在的年轻人关系真乱，神经病。嗯，好开心啊，我们今天庆祝一下吧。今天吃红烧肉，你来下厨，我来帮你打下手，好不好？你想吃红烧肉啊？嗯，那你点外卖喽，做饭也不在我的工作范畴之内。毕竟，我只是个保镖。做饭不在你的工作范畴里，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。小心些。小莫，这个小心眼。怎么着？没有你，我吃不上肉了。是吧？疼。你刚刚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？故意的怎么样？不小心又怎么样？如果是故意的，我会觉得你很聪明，竟然用这种办法逼我下厨。你把自己想得太重了。那就是不小心喽。看来我得重新规划一下我的事业了。毕竟，跟着这么一个脑子不好使的老板，谁脑子不好了？盘子。闻起来还不错。等一下，
慢慢吃吧，我上楼了。Surprise！ I'll be around.